千年龙脉藏一城，金珠玉豆聚无声，书中自有寻龙诀，秦桧河底鬼吹灯。刚才干嘛呀你？差点憋死我！憋死你就好了，谁让你趁机占我便宜？我不是要占你便宜，我是要救你啊！再说那尿泡里，给我留点气儿啊！哎，抓紧时间，准备一下啊！地府石门一刀闪。一闪必有一刀关，我说，这门肯定有机关，咱们得研究研究。这就一破石门，别动！臭小子，不要命了？别动，可能还有机关。吃一堑长一智。您对棒槌解释，浪费时间。不对，啊，不，你说谁棒槌？不是，我哪儿像棒槌了？别乱动，小心有机关。哎，这八卦图啊，八卦图，但是伞腰是乱的。啥？搬正试试。前三连困六段，镇养鱼艮复丸，李中许砍中丸。对伤却训下断，臭小子，快过来帮忙来！我能帮啥？把你左手边的第二排分开。等等，必须一起搬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老婆，你可以啊。哎，我说，这地儿可够邪性的啊！有动静。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呐，我有问必答。不是，咱也不能光玩不说话呀。
小子，哎，认识我吗？大哥，我看你有点面生。面生啊？哎，你不认识我，这照片该认识吧？这是我跟山杏的，红玉的，山口的，这是我跟玛利亚的，还有这张去年跟王婶的。大哥，别说了，丢人！滚开！你跟他道挺全的小子，啊，把皮鞭给我拿来！别！我认，我都认。李老板，年纪轻轻的，干点什么营生不好？你为了获取我的花边新闻，真是不择手段。你跟着我了，没想到被我盯上了吧？不是，这些呀、啊、都不是我的本意，都是报馆让我干的，是报馆呢。还不承认？别！我要打你！不是，大哥，我认了呀都。这么快就认了，少了好多乐趣。这样吧，我要你10块打压，不过分吧？哎呦，李老板呢？我们这赚的都是辛苦钱呢，加上王老板和张老板呢，我也没赚到10块打压。还有他俩，那就20块。还有他俩照片，不，怎么就20了呀？三，二。哎，李老板，我现在没有钱呢，你得给我放开，我得回去筹啊，李老板。李老板，没伤着他吧？放心吧，没事啊。帮主听说神龙像丢了，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们戒备不严。能在我青龙会来去自如的人，恐怕早就盯上我们了。我担心。你担心他们知道我们神龙像的秘密？不错。把南京城给我翻个底朝天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此事万万不可，依我看不能大张旗鼓，先找人盯上他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这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偷拍让人给逮住了。那也不至于衣服让人扒了呀。哎，对了，人还讹我30块大洋呢，我这回来就是管你借钱的。兄弟，你必须借我，要不然他们下回见我就得给我五马分尸。行了吧，你还30、20我都没有。哎，我上回借你那5块大洋你还了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还跟我翻小账啊？你再说，你想想，你不借我那30，我怎么还你那5块？兄弟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是真没钱。不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说我瞒着我。但是我这儿呀还真有一样东西。东西？挺重的。这啥呀？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。哎，上回路过一片乱葬岗，看见一个穿得特别华贵的死胖子从他身上跑出来的。很富贵。还挺沉，做工不错呀。那是，我这不没什么门路吗？上回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收古董一个什么教授，赚了一人一半。得嘞，成交。谢欣，哦，对了，那个下个月呀，有个钢琴家来开音乐会，叫什么？别扎他，别扎他，啊，不扎他扎你啊？人那叫莫扎特。啊，对，我就说嘛，叫什么扎人特疼。回头他来开音乐会的时候，那个我请你啊。没兴趣。那行，那你先忙啊。老王，老王，
老王，老王，我怎么喊你不吱声呢？哎，我这回啊是给你送宝贝来了。你哪回不说给我送的都是宝贝啊？瞧你送的那是嘛破玩意儿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哎，这不是我送你那慈禧刷牙用的瓷碗吗？这牙膏沫子还在呢，你咋就给扔了？这个你还说是战国时期的酒杯呢，你有这么大嘴啊，拿它喝酒啊？完了，我在你这儿信誉全无啊。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，我这回啊弄了个龙头，那做工咱就不说了啊，就说他那俩红色大眼珠子，咦，那到晚上那锃亮，那不是红宝石就是夜明珠做的。哎呦，那要是抠下来啊，能把这古董店买了。哎，什么龙头啊？你松开，哎，你松开。什么龙头？就这么大，然后两只眼睛是红色的石头做的。哦，那龙头断口有没有字儿？断口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它底部好像有个字儿。那东西拿来给我看看。不给看，我呀就是打听打听啊。哎，那东西在哪儿？在我朋友那儿呢。那等着啊。赤眼金身，镇字当中，果然是龙首铜像。龙首铜像，这么响亮的名字，那得值几百大洋吧？几百？你什么眼神啊？上千？哎呦呦呦！哎，算算算，干嘛干嘛？哎，你慢点儿，咱先不忙看啊，先说正经事儿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东西可是我兄弟的传家宝。要不是我俩遭了难啊，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的。所以，我们得先把价格谈好，否则免谈。哎呀，小白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不是钱多少的事儿。哎，小川兄弟，这龙首铜像是你们家传家宝吗？哎，老王，行有行规啊，不带你这样的。他负责供货，我负责谈价，哪有这么现场刨地沟的呀？你要想知道我兄弟的家史。给完钱以后随便问。你天天钱钱钱的，烦不烦啊？哎，不是，小白，我跟你说啊，最近呢我呢搞了一项研究。哎，这个龙首铜像啊跟我那研究有很大的关系。老王啊，别闹了，我一谈钱你就在这儿抖机灵，说什么搞研究。哎，不是，几百年前啊有一个富可敌国的神秘氏族，一夜之间呢就消失了。嗯，人们也不知道啊他们去哪儿，在哪儿消的失。嗯，史书上没有任何文字记载。哦，据我所知还有一本古籍上写着有关这个氏族的传闻，传闻说他们建造了一座地宫。对，我就是想找这个地宫填补一下历史的空白。等会儿，那听你这意思，我这兄弟是那什么氏族的后人？那和这东西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当然有关系，有关系。这龙首铜像啊，就是开启地宫的钥匙，能打开这段历史。我是听说秦桧河底下有宝藏的传闻，可我也没当过镇呢。难怪没有一点线索，谁能想到他在秦桧河底呢？小川兄弟，我猜啊，你就是那神秘氏族的后人。难道你不想了解这段历史吗？既然他在秦桧河底下，那咱们就提前准备一下，明天咱在这儿集合啊。好，好呀。Thank you.
那个，哦对了，星星，咱是不是要去河边啊？废话，秦桧河底不是河边，难道是山顶吗？那个，我昨晚啊有点过于激动啊，我呢北方人，旱鸭子，不太会水。一会儿你们下去，我在上面看包，你们找到宝藏以后给我留俩金元宝就行，好吧？这是什么？潜水是用它呼吸。尿泡，膀胱。陈八尺，不是河底吗？怎么给我们指着山顶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地宫是在秦桧河底，可这入口是在栖霞山上啊，想不起来了。你这脑子到底靠不靠谱啊？陕北乡音步步高，前面肯定有入口。教授，这好像能下去。下啥？跟这下去，那不得摔得骨头渣都不剩啊！他们果然找着了，快给我抓住他们！把枪给我。哎，有人打枪，没打着，快追！快点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是。怪爷，您行动不便，就先别上去了。小七，我们追。是。停！停！停！听声音，他们没有追过来。不，刚才那都什么人啊？听说栖霞山上有土匪，没想到真让我们给遇上了。我刚才听发号施令的是个女的，听声音21岁半。是啊，我也看到了，身体还特别好。我觉得你可以去应征压寨先生。我的眼里只有你。滚。小陈兄弟，你对这儿印象还……哎，哎，八尺，八尺，老陈，八尺。入口就在这儿了，王教授。啊，确定是这儿吗？老陈，八尺。山底长廊接方塘，哎，阡陌将军愁断肠，就在这儿了。啥意思？嘛意思？不等你兄弟了，咱们先走啊！哎哎哎哎，老王，老王。我不等你了。哎，我说前面有东西，上面有东西，那个方向。哎呦，哎，
地儿磁场挺乱的，你看这灵芝都长在矿石上，它怎么变异咱也不知道啊。哎，都注意安全啊，千万别碰啊。嗯。前面有光哎，小心暗器。哦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星星。你受伤没有？跟你没关系。伤了我好给你上药啊。滚。不识好人心。哎，老王，嗯，你说这地儿怎么也有几百年了吧？那这机关怎么还好用啊？权术用十年，谋略用百年，机关用千年，帝王将相无一不深谙此道。我跟你说啊，啊，你懂个屁呀！别去。厉害，真漂亮。那是长明灯白磷做的。感受到人的温度就自然，你见过嘛呀？欣欣，欣欣，我没事。刚才我本来想救你的，没想到你把我给救了，感谢啊，感谢。那你刚干嘛不跳？啊？我就真俗。不是我，你受伤了，赶快涂药。你手上都是老茧，让我来。可能会有点疼啊，忍着点。轻点，轻点，疼吗？怎么了？哎，我说，这地儿可够邪性的啊！我研究研究。你还能研究研究？哎，星星，你受伤了，这关我来。没事，没事，走，往前走。哎，快！
策，身经百变，天兵挡道，万夫顿首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傀儡天兵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天兵，那咱跑吧。跑也没那么玄乎，其实就是木头人，穿个铠甲，用机关术操纵。你看他身上还吊着铁链子呢。我看啊，不会让咱们这么轻易过去的。倒也是啊。哎，老王啊，你看这天兵啊，一动不动，是不是坏了呀？我不跟您说了吗？这机关用千年，你没脑子。哎，对，欣欣不是说吗？他是个木头人，咱放火给他烧了就好了呀。哎呀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了。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拿手雷一炸。哎，那炸呀、啊！不好意思，手雷忘带了。我说啊，你净说那屁话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硬闯，把关节打碎。小心点。这天兵力道不小，小心，不行就跑。要是翻山，北斗路流星坠，要马合一踏云归。你有病啊。你小心点。是啊，啊，这是小车放这儿了，我怎么感觉小车在坑咱们？不可能，我俩那么多年哥们儿，他坑谁也不能坑我呀。谁没脑子坑谁呗。我这脑子不在这儿呢。哎，小白，这个龙头待会儿你拿着。为啥？因为咱们仨人啊，就你没用。也行吧，人要认清自己。我拿。教授，这是三皇像吗？宝哥爹三顶。祥云绕锦记，正好是三座像。三皇像，是三皇。三皇，他在那儿嘀咕什么呢？天皇、地皇、太皇，李斯有曰：“三皇并立，太皇为大。”他们这是要当皇上。谁呀、啊？谁想当皇上？难道说他们想造反被镇压了？谁呀？谁想造反呢？他们是想造反，但是应该没被镇压。龙首铜像有个镇字，500龙首镇三皇啊。南京曾是旧都，所以他们弄来500龙首，想镇这里的龙气。龙气儿，龙喘的气儿。可是史书上为嘛没有记载呢？哎，你那史书上有人，走，快！肯定是那帮土匪。是啊，那怎么办？欣欣，别怕，我去看看。你好，又见面了。谢三位带路啊。
否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找到这儿。客气。青岛，哎，博士，这位姑娘，听你说话的意思，你们也是来找地宫的吧？地宫？啊，你是来找宝藏的？你们不是？我们是来搞科学研究的。科学研究？啊，这位是金陵大学的王教授。哎，我叫齐小白，后面这位柔弱的妙龄少女叫曹欣欣，我们都是教授的学生。你看我们这身文质彬彬的吧？哦，教授啊，幸会幸会。不过咱们还是聊回宝藏吧。神龙像为什么会在你们这儿？说，你们都知道什么？五百龙首镇散荒，深渊地狱鬼门昌，迷途幻境一无路，地宫尽处到荒凉。好死好死，多没有深度啊！前三句讲的是地宫在哪？最后一句讲的是地宫里藏着什么？哎，对了，古人呢把那个荒凉啊比喻生活富裕，就是你能找到地宫就能找到宝藏。古人还有句话，荒凉一梦，讲的就是这个。哎，姑娘，你甭听他的，麻烦我问你，你的贵姓啊？青龙会，段西兰。妈呀！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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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原来你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青龙会段帮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长得漂亮。哎，对，好看好看。关于地宫你们都知道什么？啊，是我在一本书上发现的，那个诗也在上面写着。本来啊我不信，今天一看这散荒像，哎，跟那书上衬鱼啊一模一样。你说这不是巧了吗？你说这巧了。书在哪儿啊？书忘带了。不过我跟您说啊，只要能找到地宫就能找到宝藏。段帮主，您求财，我们搞研究，而且你有枪，我们有技术。你想啊，这一路的机关都是我们破解的呀。哎，对，只要你放下心中的包袱，放下这支枪，敞开你的心扉，我们合作，强强联合，那将会是一段美好的佳话。没文化就少说点啊。合作好啊，只要你们乖乖帮我找出宝藏，我定会保你们安全啊。如果你要敢耍什么花样的话啊，不，绝对不会啊。你有枪，这点自信你是应该有的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配合。哎，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啊？有缘地宫来相会，无缘对面啊。有缘有缘呐，有吧？哎，有。哎，有。行了，少废话，赶紧去给我找机关去。得嘞。这是不是地下磁场的原因？还是找找机关吧。下面有东西，可能是某种地底生物吧。我没看清，太吓人了。不是要跟我合作吗？还不继续给我找，快点。过来看，你看这个口子，这说明这不是一块整石头，它是由碎石而砌成的，所以才有缝隙，这墙才能搭进去。这墙是空心的，啊，来，干嘛？哦，行了，别费劲了。小黑，用手雷给我炸开。哎，别，大姐，你可千万别炸。不是，这里边有毒。赶紧给我炸。姐姐，你这人长这么漂亮，你怎么干这事儿啊？哎，哎，炸开了。你们看，这些铜像好像正好能放进下面的大坑。来，一二，哎，一二，哎，一二。
呢？真推不动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有轨道，肯定还有机关。你们找吧，我歇会儿啊。你给我念念是怎么读？这念，不是，段帮主不认字啊！你说什么？鬼门关，看来这就是通道了。哎，不是说好的合作吗？怎么又举枪呢？你们先进。咱讲好的信任呢？少平，你赶紧的！哎，你受伤了，而且我是男的，这关还我来。哎，你行不行？没问题，走吧。跟我来。地儿弄的还真挺像鬼门关的啊！小心啊，蜘蛛网有毒，千万不能碰它。你先上。啊，他有伤，所以死了也不浪费。让开，快点！小心啊！
你在哪儿啊？谢谢。爹，爹，你不要走。这感觉真好，但你不能叫爹啊。欣欣，妈呀，老王，老王，老王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可能中毒了，咱们赶快离开这儿。我怎么没事啊？这可能就是书中记载的迷途幻境疑无路。哎，没事儿。来，欣欣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好点没有？嗯，我没事。你刚才胡言乱语吓死我了。我说什么？你管我叫啊，没事，都不重要。谢谢你啊，小白。啊，我们赶紧走。来。就是这儿。慢点啊，老王。慢点，慢点。注意安全！快这边！你手下肯定是手上流血了，那怪物啊，闻着血味来的。那毕竟是条人命啊！你们还真是天真可爱。我今天如果找到了宝藏，我以后要多少手下就有多少手下，区区一条人命算什么？哎，姑娘，不是，你怎么这么说话的？教授，谁跟了他谁倒霉。你少废话，快点！可以有新的食物留给怪物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留下，帮我喂饱这里的怪物。你疯了！他跟我的手下小黑一样，伤口出血，有怪物最喜欢的血腥味。你拿活人喂怪物，你简直不是人！既然你要心疼他，就陪他一起喂怪物好了。你不让他们走，我也不走。没有我，前面的机关你休想过去。教授啊，还有你，那既然你这么积极，那你就陪他们一起去死好喽。哦，那首诗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五百龙首镇三皇，深渊地狱鬼门长，迷途幻境疑无路，地宫近处道黄粱。教授啊，我们鬼门和迷途都走完了，剩下的路应该没有机关了吧？你嘛意思？所以对我来说，你们已经不重要了。既然你们想一起去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一起留下来喂怪物吧。小七，我们走。欣欣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们曹家的事儿了。你说啥？对不起曹家？什么情况？有动静。欣欣，别动！
万不要冒险，怪物是冲着你来的。你听话。小白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我没事。他没吃我，是我味太臭了吗？我出来先洗澡了呀，我的腿动不了了。方官怎么说？咱们总算暂时安全。哎，老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对不起曹家，你是不是欺负欣欣了？小白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欣欣不光是我店里的帮手，还是我的养女。哎，我说老曹啊，我发现了龙首铜像的线索了，这回是真的。我跟你说，地宫啊，那就是个传说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掏了一本古书，叫《锁龙锦记要》。真有这本书？真有啊，里边详细的记载几座古墓的资料，包括机关跟密道，而且书上写啊，龙首铜像就是开启地宫的钥匙，只要能找到地宫，就能打开这段历史，到时候就能轰动整个学术界。隐身，掀开篱门对巡门。就是个空箱子，打开看看。快拿，抓住他们！是。我说老王啊，你说你看着人五人六的，怎么也干得缺德事儿啊？我知道我对不起曹家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欣欣受任何伤害了。都过去了，我们走吧。以后对我们家欣欣好点。那墙上发光的也是白磷吗？怎么不找我呀？这些是萤石磨成的粉末，以前这叫夜明珠。啊，这么一墙夜明珠，那得值老皮的钱了。
没想到你们的命挺大。谢谢。现在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我们有用吗？哎，我真想一枪崩了你。不过你说你有用，那就继续给我带路吧。谢谢。磨磨唧唧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给我找宝藏！把龙首铜像给我。小七。这些棺材里躺的就是氏族的后人，得有好几百年了。这碑上写的我曾冠冕称帝王，慷慨什么贤，慷慨为怀是大贤。哦，是大贤。以后多读点书吧。好嘞。我有财富无限多，如今阎王殿里躺。我有财富无限多，如今阎王殿里躺。小七，把棺材给我推开。等会儿，可能有机关。废什么话，过来帮忙。哇！就这一串，也得值一百大洋吧。既然宝藏我已经找到了，那我们的合作也该终止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亏你还是江湖大佬呢，怎么这么不守江湖规矩啊？那是你对江湖的理解太天真了吧？论经验，你还不如这位曹小姐呢。你别装了，你手上这把左轮手枪一共六发子弹，进地宫时为了抓我们开了三枪，打怪物又开了三枪，早就没子弹了。没了。曹小姐果然冰雪聪明。还有什么？不过我今天就算没有子弹，你们也要死在这儿。小七，给我上。这副鬼样子，啊！他没事吧？死不了。小白，啊，
我也该跟你说实话了。我是这个地宫的守墓人。守墓人？守墓人啥玩意儿啊？我的家族从几百年前就一直守护着地宫，奉命消灭那些觊觎地宫的人。我这身铠甲就是我老祖宗穿过的。原本啊，我只想带你一个人来地宫的，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。我？一个特殊的人。不过后来我改变了想法，青龙会，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打地宫的主意，所以我故意让他们发现我偷走了龙头，然后我再通过你引来了懂得地宫奥妙的王教授。这个人你之前跟我提过的，我有印象。最后把他们都引进来，将这些觊觎地宫宝藏的人一网打尽，这样这个地宫的秘密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拿我当鱼饵钓鱼呢是吧？放心吧，你不会有事儿。我不会有事儿。那他俩呢？我说过了，一网打尽。不行，我跟你讲啊，八指，你杀段西兰我没有意见，告诉他什么是江湖，但是老王和欣欣都是好人，你相信我。哎，我说我对那金银财宝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那龙首铜像背后历史的真相。你不信你问齐小白去。对，我用我靠谱的人格担保。哎，八尺，哎，我真的是瞎了眼了，我和你做朋友，不要有枪就崩了你。八尺，后人摸金一族终于聚首了，守墓人不过如此吗？你是谁？初次见面，你们还好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快救我！把他们都杀了！老曹。曹爷，刚才没必要演这么真吧？这一刀砍下去可不轻啊！干什么事啊？啊！老王好骗，要想瞒过守墓人，就得假戏真做。叫兄弟们在南京扎根，搞个帮会，就叫青龙会，用帮会做掩护，也好行事。我有一种预感。守墓人一定在南京。什么玩意儿啊！你可真够阴的，藏了十年连自己女儿都不管，你禽兽都不如。爹，你没死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别说了，爹都知道。为什么？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连你亲生女儿都不要了呢？这些年爹也惦记你，
爹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为了我们曹家的宿命，为了找到这座地宫，你就不要我了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在外面内疚，你就是为了提醒他们。大小姐，这事恐怕你误会了。龙头本来就是我的，青龙会也是我让你爹创办的。我们曹家是被诅咒的魔晶一族，几百年了，一代又一代的失去了自由，只能生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下，为的就是找到这座藏宝的地宫。魔锦一族，合着你早就知道这有地宫啊？不错，我的家族一直在找这座藏宝的地宫。我曾经一度想要放弃，直到你告诉我，你找到了锁龙井祭药，我才找到了这儿，我才站到了这里。现在守墓人就在我的面前，我只要杀了他，整个地宫就是我们曹家的。为这些，你值得吗？放出来的是什么呀？那些是追袭家的幼虫，有剧毒的，不过他们是来保护你的，放心吧，你没事儿。我为什么没事儿？因为你才是这座地宫的后人。我之前调查过你的身世，也试探过你，但是我不敢确定，所以只能把你带进地宫来。你不觉得这一路你过来的很轻松吗？轻松你大爷，你就是混蛋。告诉我，他们会怎么样？啊！半个时辰，他们就会毒发了。你赶紧走吧。八尺，八尺，你别闹啊！别闹，快点，放过他们吧！啊，听我的。他们没救了。谁八尺？你！哎呀，八尺，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会真的求你，放过西西，好不好？我对他是认真的，你知道他，放过西西，他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求你，真的求你，八尺，我求求你，真的求求你了，这回认真的求求你了。放过他吧，八尺，放过他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后悔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只有两里了。谢谢。把解药给我，把解药给我。好自为之吧。
爹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宝藏地宫，也不是摆脱什么宿命，我只想让你陪在我身边。爹错了，可是已经晚了，爹没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爹对不起你啊。爹对不起你啊。臭小子，啊，叔，我知道你油腔滑调，胆小懦弱，但心眼不坏。叔，我也想做一个顶天立地、能让女人依靠的男人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女儿？眼前这些宝藏，难道你就不动心吗？说实话，我确实是奔钱来的。不过经历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，我觉得人就应该本本分分地活着。你能说这样的话，倒也算是个明白人。自古以来，干摸金探学这一行，最忌讳的就是贪财。你能有这样的觉悟，真令我刮目相看。这一路上，我看到了你的责任和担当，是条汉子。老王，这些年我知道你很自责，对不起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们还是兄弟。得，你别说那么多了，啊，还有别的办法，好好咱们想想，行吧？这些年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老王，我求你了，还能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，照顾好欣欣。不是，你嘛意思啊？小白，让你过来。欣欣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也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牵挂的人。我现在把她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一定要照顾好她。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陈八尺，他似乎就与那座地宫融为了一体。我与曹欣欣商量后，决定将所有的宝藏都捐赠给抗战前线。你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，找教授啊？
找你。还是吊儿郎当的，一点男人样子都没有。那个，你心情好点了没？还好吧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你了。那什么，那个莫扎特那个音乐会，你还去不去听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莫扎特都快死200多年了。啥？死了啊？怎么，你还要带我去地宫找他呀？不是，他咋死的？票呢？我这是走。我说，不对。